为了提升疫情了后的观光空气，虎头鼻风景区特别规划一系列的活动，要来和民众同乐。除了是有专门的活动以外，也有市府规划免费的水上活动，内容相当丰富。希望能和大家做伙透过虎头鼻的好山好水来放松身心。随着疫情趋缓，出游的人也开始变多。在台南的虎头鼻风景区也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要来和民众同乐。不只是有进行更的相关优惠，更是有着专门的活动。希望会当提前预警了的观光空气，有虎皮的八景可以来送咖啡所以我们在平常日的时候我们进来跟八景有自拍的话，我们可以送咖啡限量20杯。那假日的部分是限量30杯那八景的刚好就在我的背景这个地方我们一直有推这个虎皮八景我们拿5倍券，振兴5倍券200块。就可以一部车进来一部车里面不管你是坐3个人、4个人或5个人那我们这样就是收200块。那如果说你是坐5个人，本来门票是80块，这样就400块，再加上40块的车费就440块，我们只要200块，所以是非常划算。在基金库内底嘛，配合着市府举办了老街的水上活动。以着专业的教练带队的方式，带领着民众体验着 SUP 甲独木舟等等的运动。只要透过事先报名，就当来免费参加，要做伙来提倡水上活动安全的重要性。今年有5个场域在办理，从这个新营的天鹅湖、葫芦皮、德源皮那还有包含南区的黄金海岸那最后今年收尾就在我们的虎头皮。有这个龙舟的造型的那个 SUP 立式划桨还有独木舟我们都是免费体验虎头鼻风景区内有着相当美丽的湖景，再搭配着现在天气，相当适合进行一段悠闲的户外轻旅行，借着大自然的丰富生态来放松这段时间因为防疫所产生的紧张心情。记者柯佳敏新化区蔡宏报道。